当地时间2019年2月22日，法国巴黎老佛爷卡尔拉格菲葬礼举行。安娜温图尔低调现身，11岁教子哈德森克洛宁现身。卡尔拉格菲是位巴黎的时尚设计师、艺术家，曾与许多时尚艺术品牌合作。他是爵士公认最具领导潮流能力的设计师之一。他具有源源不断的新创意。他的离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落幕，世界上少了一位真正的时装大师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